那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毅，在南风之我意当中饰演的是傅云深，我又来了。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雨曦，在南风之我意中饰演朱舅。大家好，我是傅辛博，我饰演的是傅西周。南风之我意来优酷扫楼了，出发。向日葵大家都知道，祝大家元气满满，每天都有好心情。我的是薄荷，然后可以养着它，也可以平时吃了它，对身体好。我这个是饼，给大家画饼。聊点什么呢？咱们随便聊聊呗。那聊聊不来了吗？对，欢迎副总的一大家子来视察。各位老师早上好，我在南风之我意当中饰演的是傅云深。我是陈毅，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南风之我意中朱舅扮演者张雨曦，早上好。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博，在剧中饰演傅西周。是的，刚刚呢我说三位就是傅总大家是来优酷视察的，那视察总是要有点仪式感的，我们优酷的员工都是有工牌的，所以也给三位准备了工牌。一个拿到那个工牌之后的感想是什么样的？应该是第一次收到这种礼物吧。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正式的游戏环节了，大家做好准备了吗？因为其实去年的时候一哥九月份的时候也来了我们的优酷，那这一次呢其实是第二次来，也算是九月份如约而至再次跟我们优酷的同学们一起打招呼，一起成长，一起见面。所以面对这一屋子的一家人有什么想说的？都是朋友了吧。刚刚老师你又给了我一个这个，我们就是同事了。同事们好，希望大家工作的时候不要太辛苦。真的你就不辛苦，你别太辛苦。谢谢。那在这个环节，其实呢，我们本身是要预埋一个惩罚的，大家觉得是要惩罚谁呢？那这样子吧，这个惩罚不用玩了，我来，不要，一哥，惩罚我。一哥毕竟是一家人嘛，所以呢，这个惩罚我们三位老师一起吧，因为都很简单。程毅老师的小短音要来喽。那我先来吧。好，一年，要不然我们先从雨欣开始，然后一哥我们再稍微准备一下，再来一遍。好。我多希望我想念你的时候你也想念我，我梦见你的时候你也正在梦见我。够撒娇吗？不要告诉我不够啊，我觉得很够。那接下来我还蛮期待。霸总说迷茫吗？霸总啊，来吧，你可以的。我想嫁给傅西周，这就是我的心愿。有霸总到，你那么激动干什么？你想嫁给傅西周吗？霸道冷总，你们要嫁给他吗？嫁给他是不是？好，接下来呢，我们陈老师准备时间好了，我们要来陈老师往前走一步。不是郭老师，你笑什么？不是这个小奶音，就是你的原因啊，是茶颜悦也。原因啊？对啊。哥，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玩游戏了哟。这一块的游戏呢，是说我有你没有，如果错了的话，我们就要按下鲨鱼牙齿。按一个。啊！为什么我每次都是？运气不太好了，玩这游戏都被夹。OK， 那这一轮呢，因为一哥输了，所以我们有一个福利制，诚意教导的录音卡，然后会送给线上的网友一个和线下的网友一个。这个宝贝儿，怎么看？怎么说？要叫你们起床是吧？对。快点起床啦！
不然要迟到了，迟到怎么办？那得罚款了。因为其实在南方刚开播的时候就有一段是雨熙在洗澡，然后你站在门外唱歌，对不对？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那我们这个游戏呢就叫做接龙歌曲需要一哥来帮我们现场还原一下这首歌曲，然后需要雨熙来接龙。说再见别说永远，爱我不需要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就是最后一个字是吧？是的。接下来呢，我们需要三位老师来给我们拍一张拍立得。好，那程宇老师，这张拍立得的话，如果我们要官微发个微博的话，你觉得微博应该是什么？南风知我意，一定要看南风知我意。不应该是件开心的事情。下班了。我们要的戏能在酷酷播客里来。那太好了，因为我们有。这个粉丝真的很喜欢这个南风。你们没有刷弹幕吗？没有带着弹幕看吗？我拍的戏应该最多的就在优酷。嗯，是的。对，还是有感情。下次还来吗？来。感觉比上次就是少了一些。熟悉了，但是好像不是一个楼层。对，不是的。南风的小伙伴们也特别热情。是，拜拜老师。